这是我甲彭彩霞偷偷入去啊，江道成的密室内底翕到的相片。这张符啊，顶官，我小可背你，你搁敢讲你无对我下符啊？这是谁去偷去的？就是你偷偷对我下符啊！听你的命令去台西蝴蝶，输啊一点印象都无，拢是新警官叫我。不是 ，K 勇不是 K 勇，以前有可能是你的爸爸江英团。你哪会当确定讲今麦的 K 贝不是 K 贝，是阮爸？我来感觉这所在熟悉熟悉。你来看，阿金牛，你嘛是这？妈，你得继续落去哦。妈，加油。时间还袂到，你不应该来这。什么时间？我拢会想到火烧车迄天你对我的表白，你把驾驶座的车窗弄好破，家己受伤算唔知影，我真正感觉足感动诶。人毋是讲感情就要接受考验，那呢哦，咱才会当了解讲这世界上谁才是对咱来讲上要紧的人。你毋是我的客人，那无你呢？无发现我讲唔对？你当初你弄破的是副驾，毋是驾驶座的车窗，我一定要替客人报仇。王舅，准备抢银针。是。我为一万的火烧啊，给阮妈，只要会当平安度过这关就好，好不？孩子，别人用尿布非常牢固，我都救他。妈，妈。